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J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2019年7月18号，京都动画遭到纵火这个悲痛的消息，不少人都希望能多多少少帮助到金阿尼。但由于一些网络上的募款，可能不少人有疑虑，所以有网友建议，也可以购买金阿尼的网络商店的数位商品来帮助金阿尼。因为是数位下载的商品，所以也不会增加他们的工作负担。而网络商店也是金阿尼自家经营的，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由于网站是日文的，所以这边会简单教大家如何在这里购买商品。但如果你没有 Visa、Mastercard、JCB 等信用卡，可能就无法购买。如果未来我有找到可以不用信用卡并有效帮助到金阿尼的方式，我会再分享给大家。那么我们就正式进入教学。首先连接到金阿尼网络商店的网页，网址我会附在下方。接着画面往下拉，并选择你想购买的商品，里面会有 sample 可以参考，勾选同意，选择好数量后，点选右下角按钮放入购物车，然后再点下方红色按钮进入购买页面。这边教的是不用会员登入的方式，可以无视上面这块，直接往下拉，输入资料就好。第一行是姓名，直接打中文就行了。第二行是输入姓名的片假名，可以到 name 变换君这个网站转换。往下拉，输入姓跟名后，按下转换，下方就会出现你姓名的片假名，然后复制贴上到刚才的页面。这个转换网站我也会附在下方。接着是要输入地址、电话等等，这些随便输入就好。但你真的随便打，它也不会给过。所以我这边输入金阿尼的地址与网络商店的客服电话，我会把这些资料一并放在下方，可以直接从那边复制。然后输入 email 的地方要输入两次做确认，最下面则勾选右边，然后按下右边的橘色按钮进下一页。这页会问你商品寄送方式，但因为是网络下载的商品，所以只会有一个网络下载的选项，就不用管它，直接点最下面右下橘色按钮到下一页。这页是确认支付方式，其实支付的方法不算很多，这点比较可惜。这边一样不用选择，点右下橘色按钮到下一页，接着选你的卡。这行是输入卡号，下一行输入信用卡安全码，然后是有效期限。最后要注意的是，名义人的地方要填写信用卡登记人的英文姓名。确认没问题，就按右下角橘色按钮到下一页。接着会要你确认商品跟资料，确认无误就按下中间红色按钮。最后就购买完成了，点选蓝色按钮就可以下载你刚才购买的商品。那么教学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未来还有找到其他能帮助到金阿尼的方式，我会再分享给大家。很悲哀的，钱在这时候的作用有限，很多东西不是用钱就能换得回来。但金阿尼要度过这个难关，钱终究还是必须的。最后简单宣导一下，不论是捐款或购买商品等等，都请以自身能力做考量再行动，支持不分大小与形式，每一句真心的加油都是一种支持。这部影片你可以转传到任何平台、任何地方，任何形式转载都没有问题，不需要署名，不需要标记我。那么影片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观看。